挑战全场只用高见国统官。你当我们僵尸吃白饭的是不是？看不起我们老大是不是？用四阶的。老大，四阶的坚果会泰山压顶。啊，那又怎么样？我们堂堂僵尸族会怕区区坚果？给我吃，拿命吃。老大确实棒。我不信所有僵尸都会压死。不不老大，他们成功逃生了。可是后面还有坚果等着呢。我怎么办呢，老大？认输吧。没想到有一天我们的僵尸居然败在了坚果手里。我怎么也没想到啊！没想到，植物愈发强大，僵尸却……耶，下班喽！